蜜，咱们确定一下哈，就大马猴，因为他这年龄也不太小了啊，30了，他对象找着结婚的时候，你们把你们那耳环，然后小樱桃，对小樱桃啥的，咱当时一摘就送他了，好吗？他说他特别喜欢我这个，咋着？娘家的嫁妆。娘家，你是你婆家的，婆家的怎么着？我是嫁出去的是吧？我是往外嫁的那个是吧？哥要结婚了，真的？哦，恭喜！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还能咽下去吗？结很快了吗？是很快。因为他已经32了嘛，立住了，咱就是说，哎，亲爱的，就斗胆说，把我也算在内，这五个女的，嗯，要你选，你选哪一个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事儿有点大了。快快，必须说，你要不选，今天我们不带你玩了，真的。我，快点，你要是3、2、1，一指就行。我们都不太没意思了。姐，咱身上一无是处。真缺德。一无是处，一样都挑不出来。哎，你这么说，就是把谁身上哪个加一块儿。集中起来就是那个女孩的类型，这样说是不是行？是不是可？每个人取一对，取一点处优点。哎，对。你看我局促，特别都。哎，这多容易选呀、啊！多容易选呀、啊！我也觉得是。比如说杨幂身上，比如说情商，对吧？就我理解的。嗯。敏涛姐，我要贤惠，知性。知性，你现在一个不行，情商一个还不行，再来一个，再想一个，身材还可以，身材和情商，一个我整个啥呢？你想想我，台阶下来了，热情，可爱，幽默，性格热情可爱，我是热情和什么可爱，来，姐太可爱，来，我呢，这好说好想吗？未婚。这有点狠了，姐。前面聊的都是。前面都。姐。妈给征婚。你们这妈演太多角色，有点记戏。一下就拉到了那边，有点控制不住。但这个、我是替我娟儿妹。我知道，娟儿妹。我娟儿妹觉得在电视前觉得笑到死了，她要请我吃饭，爆炸，对，火锅吃。快给她想两词儿。我在未婚那儿还没出来呢，未婚给我整懵了，姐。你这一未婚，你知道吧？概括到所有宇宙的顶级、超级 VIP Top One， 排第二没有敢排第一的。李斯，我觉得性格超级好，然后又有活力，和和飒，对。我刚才脑子里第一个闪的就是这个字儿，飒。来，妹妹的优点也是未婚，但是我没到合法年龄，我排除。小文艺，文艺，再整个词儿。嗯，还很青春啊，青春，青春，你这浪漫最合适。妹妹的词最多，关键这要是这么些优点合在一起，我驾驭。